你受苦了。我终于欠着一笔大生意了。真的吗，心怡？你成功了，我赶快去给你爸爸上个香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他在天上一定会以你为荣的。终于可以改善我们家的生活了。这段日子让你辛苦，妈。心怡在还没有进公司之前，命运算是比较坎坷的。父亲与哥哥于两年内相继因疾病与意外过世，心怡从此扛下了一家的生计，而且家中还有两位弟弟妹妹，以及年迈的母亲，因此家里的开销相当的巨大。他同时有兼着数份的工作，有时在夜市卖水果、卖衣服，甚至还在卖金纸与香。但是他总是能够乐观地去面对这一切。虽然命运带给他这么多的不幸，但是他相信老天爷有一天一定会眷顾他的。好香哦，再晚都要为你准备一碗热腾腾的面。哎，那弟弟妹妹他们睡了吗？不知道嘞，下个礼拜有一些费用还不知道缴不缴得出来。妈，不用担心啊，这个我来处理就好了。那我先去看弟弟妹妹他们好了。没关系啊，妈，我先去看他们睡了没。没吃了再去。好，先去看。哎，怎么还没睡啊？姐，你这样辛苦，赶快先吃面了。对啊，我们假日时会去帮你的忙的。谢谢你们。当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，心怡是否能再次的面对如此的压力？现在批货怎么那么贵啊？如果真的太贵了，这样不行。心怡啊，刘哥，你怎么在这边？你是要去谈案子吗？没有，今天是用冲绳来找你的。原来执行长是来邀请心怡加入房地产买卖行业。认识心怡多年，也见识过她勤奋的工作、不顾一切的模样，执行长相当相信心怡。我有家里重担，我不敢贸然这样投入无底薪的工作。你考虑一下，要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人生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虽然执行长百般的劝说，但心怡考虑了现实上的问题，迟迟无法决定。一个月后，执行长传来了一封关心的简讯。没有啊，哪有什么心事？只是啊，姐
去做另外一种工作。如果姐姐觉得那个比较好的话，那就去啊。我相信你。谢谢，姐姐会好好想想的。终于，心仪决定来到我的公司上班了。在一开始，心仪努力的学习，而执行长呢，也不辞辛劳的教导他许多新手上会面临的问题。而心仪也不断的努力，执行长看在眼中，觉得果然没有找错人。心仪在刚入行的时候，总是最早上班，最晚下班。但是账单的压力不断来临，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看着其他的人的案子一个接着一个的成交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他生平当中第一件案子。但是执行长不断地鼓励他。在这些日子的观察当中，我发现心仪的确是一个很努力的女孩，只是欠缺一个机会。我实在不希望一个这么有能力的女孩，被现实生活的压力而限制住自己可能发展的机会。所以我愿意帮助她，给她一些生活上的支柱，让她没有后顾之忧，专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我相信她短时间内一定可以达到成功的目标的。黄先生，我们这个案子已经谈这么久了，公司有这样的坚持也是为了客户着想，你这样子这么说不通，这样让我很难做。哎，小姐，你讲话不用这么直接吧？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客户永远是对的吗？黄先生，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我们尽量能做的就是让你了解公司的原则和底线。话虽然是这样讲，可是难道你们不用考虑一下顾客的 emoji 问题哦？你们是靠客户吃饭的。王大哥，先不要生气，心仪也是为你好，讲话才会那么直接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有一回，心仪接了一个大案子，但是因为求好心切，讲话直热点，得罪了客户。于是我出面协调，才将这件事情缓和了下来。邱总，对不起。干嘛对不起？我刚刚……傻瓜，你没有错，维护自己工作的权利是对的。邱总，好好跟着我，好。以后我会慢慢教你如何把对的事情做到面面俱到，不要急，你行的。于是心仪重新调整自己的步伐，而执行长也再次的从基础教导他许多正确的观念，告诉他凡事都不要急，只要努力一定就会有结果。心仪跟着执行长每天到街上，一个接着一个将广告插在路面以及电线杆上，期待下一次的机会来临。而在调整步伐之后的心仪，重新认定自己做事的态度以及方法，他相信这样的方式一定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他想要的目标的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心仪终于完成了自己第一个大案子。于是我传了一封鼓励的简讯给他。
就是一定要想办法，就是这个经济部分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，所以才要做这么多份的工作跟生意啊。嗯，就是要让他们没有压力的情况下，就是想办法自己想办法去，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去想办法去克服，去赚钱，不要让他们担心这样子。那时候一直不敢来，就是因为真的是完全没有底薪，没有任何收入，所有的自己的生活开销都要靠自己。那就是业绩有达成了才有收入。那时候是因为有看到他后来渐渐有成绩了，那他也跟我保证肯定可以赚到钱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他就是说他跟邱总会选择，就是会帮助我度过这些生活的一些开销。那我也就是考虑了很久，后来真的看到就是执行长这边真的是有这么好的成绩，那我才敢过来尝试看看的。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说有什么学历，那他也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带我进来，然后这样帮我，所以真的最要感谢的是邱总。在这间公司看到的一些制度还有福利都是比别间公司好，那希望未来公司还可以继续再更好下去。目前来讲是都很好，都很好，对。所以也不用再增加旅游次数，已经很多了，真的比别人公司多了。我当初看到心仪，然后真的跟他聊个天，我发觉他是一个非常渴望、非常想要赚到钱，可是却找不到方法的人。甚至他花了很多的时间，甚至做了很多的工作。哦，相信说在影片里面有拍到，可是他一直找不对一个行业。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帮忙的人。那这时候我们是适时的告诉他，这样真的可以做，而他也做下去。当你要下这个决定，你要跨到别个行业是非常困难的，改变通常都是痛苦。可是他下了这个决定，而且坚持到底，所以他今天可以上台领奖。其实应该说，我激励各个业务员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需求。那我们身为一个老板，我们要去了解他，关心他。像我通常都最会问底下的员工，问他一句话：有什么公司能帮得上你的地方，一定要跟我讲。因为每个人需求不一样，如果你不讲，真的我有心要帮你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。那心仪有讲到他的需求，比方说他可能某方面学习技术不够，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不会的部分，我们就开教育训练教他。那有的同仁一开始进来，他可能因为要养家庭，甚至呢可能有养小孩，那小孩子要上课要奶粉钱，可能有时候需要我们帮他一下，那我们会针对他的需求来帮助他。毕竟进来公司就像一家人一样，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，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他。心仪现在在我的心中来说已经蛮完美了，人长得又漂亮，业绩又会做，然后又这么的努力。我希望能赶快收到心仪的红色炸弹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包大包给你了。